他个名声爱了前面他个行黑小张，还给了到了毛阳县东北部跑土镇。如果跑土镇人多地点哈，冬天牛肉干 TPH 面，上个世纪新增人讨你好多发条，从爱身旁的跑土河里将了牛肉干带到了东南亚等地。其中人过去的跑土牛肉干还包着人类制作抒发同蜂蜜，今年面失去了一堂地哈。恭喜拍拖牛肉干老梅上的人都不一成，在上了司机百十年台梅上各胎查错都要拍拖牛肉干的成人，含中带甜的拍拖牛肉干是梅祖师 TQP Free 植文化遗产，叫人在宋剑山是拍拖牛肉干的天台传承人，人说的自批制作牛肉干的传统手艺，每一胎早新鲜牛肉送到厂度以后，宋剑山都会认真检查保证牛肉的质量。我一般就先让你中摊的安尼黄牛肉，然后先用个铺位，基本上就安尼牛个海豚肉，海豚肉就主要记住含脂肪率大，过去对于安尼产品个来讲，就会成品率就高，变成肉干之后，相对其他铺位做出来就比较好食。那阵来剔咋就，我把佮筋膜，我全部拿来啊剔除收脏个，因为下底海豚。做肉干的话，做出来都会唔好食。做出来体感就严重影响体感，不过就嘅外观方各方面，看起都会唔好看嘅，不知都会影响啊你嘅保质期。牛肉洗肠以后，宋剑山可将其他枫叶切肉机都会切成长条状，切 Q 时系磨机器，牛肉只能够用手切。以前纯手工剥肉，手工剥肉嘅话，像一扎就人工好少太，基本上可能会论数十年。如果系话两三百斤的用嚟吧，论十斤可能可以包二年赚够啦。见他加二三四百斤，其实嘅话半就仲要够啦。食用盐、拍糖、拍胡椒、料酒同食用油，诶制作拍拖牛肉干最重要嘅五种配料。诶条调料唔单止能够去除拍牛肉当中嘅香味，还能够最大限度嘅保留牛肉嘅新鲜。见决定，记得会将牛肉放喺天台度嘅晾晒。这间制作师傅熟练地将牛肉均匀地铺在粒子上，将牛肉的表面轻轻扑打，这样一来保证牛肉的整齐度和密度，封片筛子时候将肉铺整体翻转过来，然后慢慢地把牛肉铺平了，铺扑了，然后把筛火之后牛肉铺得下来，把比较容易吸收，然后铺比较扑养生，筛得比较整齐养生。之前的话，迄把也总是从从一条条的话，叫拿晒个这种竹篙方式，然后面啊，它改良过后的话，就把它铺到安尼个大地方的种来晒。宋剑山话起咋地？充足的阳光是制作拍拖牛肉干最重要的条件，因为阳光的照射，唔单止让牛肉干富有韧性，还会有多天的损伤面。它有40小时以后，工人当然还是要将牛肉翻面，保证充分晾晒。晒嘢最明显的就是洗车的变化，洗车将牛肉干新鲜牛肉就会从鲜红色，然后转变成深红色。等到看得到深红色的时候，将盐度达到了一定，干度各方面都太标了之后，就可以进到下一只步骤。Q 时候，拍拖牛肉干的制作通常发生鲜热，靠天色翻的重剑迫使宋剑山对传统工艺进行创新。十二小时烘干时间保证牛肉干的晒干程度，唔会用营养成分流失。根据梅阳腌制记载，清朝嘉庆年间，拍拖包上面宋义谦书藏的拍拖牛肉干，至今已经有200年的历史。天一胎传承人宋义谦将拍拖牛肉干进行规模化生产，并引销东南亚各国。宋达司机先生人台主要5000人到拍拖镇买牛肉干。开始创制就是我的公太的阿公，他就做成南洋去的，到阿爸开始教，教未就在六千人台。就政府的就话牛啊，所以农业供起来嘅，所以家就停止做牛肉干，就开放改革的，就按到华侨啊转来，就跟拍土牛肉干。当时我又唔系去乌卡，我就去教父入去，后尾就话我转来帮阿爸把嘢牛干啊，做起来发扬光大，几时呢双台一样的，就按你去就做，因为就做多钱才嘅情况。
以白果仁过时，帕土牛肉干系保留定最传统的制作工艺。将洗好牛肉干切块以后，就需要放喺炉度嘅蒸熟五六十小时，还需要将牛肉干放喺烤炉度嘅风干。一啲复杂嘅工序，在宋金山看来并唔繁琐。因为经过蒸制系几块吸收水分，然后水分呢就唔利于产品嘅保存，所以我会经过150度嘅高温，然后去把水分控制到15%。左右，然后再进行冷却包装。蒸出炉的帕土牛肉干充满香气，表面浮出第二层牛肉，看起来特别诱人。唐师傅讲，蒸煮后帕土牛肉干口感最好。经过两日两夜的风干晾晒后，帕土牛肉干就做好了。蒸煮后牛肉干看起来表面长光非常十分的诱人。拿起来皮上是有种怪土铁一扎胡椒的香味。唐老板讲呢，一扎。将牛肉做成牛肉干后，自己保留了牛肉奶腔的风味，而且把家的营养同鲜味完全的保留下来。其实是了吼，嘿，咸中带甜，甜中带咸。下日了吼，如果同朋友一下吃一发，一块牛肉干，非常一副好菜。切对很阿等小时候的味道。封烤好的牛肉干就可以品尝的，就算帕土牛肉干是无包装的，后来又以焚上炭前的发球想把其带出南洋时，就开始使用包装袋进行包装。帕土牛肉干由此也走出了泰山，走向更为广泛的市场。基本上见下小的就广东省内，广西广西的福建连城，像往期来讲的话，一般阿尼小长假或者国庆的长假春节，销量都算比较大。然后就，另外就同经销商、代理商来合作，线上线下都可以发展。多一年呢就几万块钱销售了。